纠葛的爱情好像在华灯里面已经是普遍，对，是主打的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一条是甩也甩不掉的一条爱情线。对，至于谁甩谁，不好说。对，我觉得因为通常这个颜色好像很少人会去穿到这个颜色，但因为我觉得那个轩睿的皮肤很白，所以他穿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的搭，然后我觉得他穿这个也很好看，但是会生喉咙。我不知道。哇哦！我想说，为什么买东西要生喉咙？参考老公的意见，我觉得会询问吧。我觉得我会询问他，但是不是每一件都会询问他。第一套的时候，那个军外套，我后来越试越喜欢，然后还有他的那个短裤是非常修腿型的，因为我原本其实我不太常穿短裤的人，然后可是因为短裤现在很流行很高腰，所以他会把你的腿拉得非常的长，那因为那个短裤它是高腰之余它又有一点散状的感觉，所以会让你的腿是又长又细，在视觉上的效果。所以不瞒您说，我想了三天决定就是带回家了。